五四三二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史若仪的班主。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地方非常的酷，是的，没错，就是大陆畔，大陆畔这边。然后这边非常，就是最近非常火红，是因为它这边有复古的，非常厉害哦，复古的那个就是干妈店。很可爱，你看这边就是有一些以前的照片，是不是超酷的？看一下，好像有人在等我那样子。啊，平常这边就是社区，然后还蛮少，就是居民，都在。今天是平日，然后居民都不会在这边就是了。然后你看他们的那个彩绘墙，是不是也做得非常可爱？它整体就是一个大榕树的样子。好，然后往边边走，它旁边这边都是有马赛克瓷砖的样子。然后你看，其实他们的那个里面的景也是非常的漂亮的，个人觉得这边好美啊。它这边还有公鸡，然后整面彩绘墙。好，现在要带大家来逛的是大陆畔这边的干妈店。没错，这边还有这边社区的葡萄，它叫乔爱玲。是的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大陆畔干妈店。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干妈店嘛，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因为它很仿古，然后所以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细。你看上面有以前的旧款。这边还有这个复古的电话，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拨号的电话，这种好怀念哦。对，你看啊，还有干妈店以前必备的就是维他露 P、 养乐多啊之类的，然后一定会有这种五价柴米油盐都在这边买，然后还有这种很复古的摇椅，然后黑松可乐也不是，现在都是那个铝箔装，可是它以前的话是玻璃罐装的样子，真的好复古哦。而且你看最厉害的是这边还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戏院的就是广告，是不是很厉害？今日放映什么旧情也绵绵吗，古今迷迷跟河边春梦，超厉害的。这边呢就是有娃娃机，以前复古的娃娃机，有没有？还要投钱，投钱五块。然后这边还有白呀，就是100分就有娃娃一只，然后上面就是放奖品的部分，这个就是弹珠台，以前的弹珠台。然后奖品你看有车子，有拖鞋，然后还有一些一条一条应该是那个巧克力吗？然后这里是不是康熙剑盖之类的？你看这边还有什么七龙珠啊，还有以前的那个，哦天啊，以前好怀念的那个，就是橡皮筋那个射击的那种剑。然后这边就是很五花八门的糖果，石凤姐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凉亭可以让大家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凉亭，很像就是给公路乘客坐的地方，这边就有个小凉亭，这样这边真的是超值得来。我觉得虽然地方很小，然后虽然只有这面墙，可是充满了回忆。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，就是大陆畔站这边拍拍照，好吗？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